那样子一会儿要冲一下平台的电脑，平台现在显示是黄灯，这一旦变成红灯，心里可就没底了。今天的话，如果就这么短短的过去再回来，应该还撑得住。也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，它应该还可以。手机的电量倒是不用担心，主要是手机的电量得满一点，一会儿打拳要用。好的，我们来聊几句吧。星期三，这一回神这个礼拜又过了一半了，这时间过得飞快啊。我想先从昨天的股市那边开始说啊。美股那边昨天感觉有点触底反弹了，先前的话一直基本上是向下，然后最惨的时候几乎是跌了十分之一，也就是十个点。因为是3000块钱的股本，所以几乎在最高的时候，最高的时候基本上是跌了300块钱，但是300块钱是美元，再乘一个7试试，对吧？然后昨天的话遇到的是比较强劲的一个反弹，我几乎就一天之内啊，几乎就收复了所有失地。毕竟特斯拉遇到了一个涨了14%啊，太吓人了。这一下子的话，几乎就把我的所有的亏的都给跑过来了。所以我也还挺期待它后面会怎么样的。虽然我说了特斯拉这个玩意儿，我拿它主要不是靠这个炒短线，拿住它主要是希望能够作为压仓的东西，但是我也还是希望能看到自己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吧，总不至于每天都是亏的那个状态，说实话比较影响心情啊。慢慢的往上走，不需要很快，但是希望能看到慢慢的往上。好，来说说别的方面的一些收获。今天的话还没有上课，昨天是忙透了，昨天是有三节课，差不多有5.5个小时左右。昨天我感觉是最忙一天，没有之一啊，除了星期天以外。现在就是星期二，平时的话就星期二，周末的话就星期天，这两天课比较密集一点，其他就还好。今儿上午的话又跑到油管上面去学了一段现代希腊语的东西，更新了一下自己的现代希腊语或者说希腊语微信公众号，这个我把它兴致勃勃的推到一个群里面去，好像还被群主给狠狠的 diss 了，我有点不太明白。我觉得如果那上面有什么错漏，我们可以提嘛，你可以说嘛，对吧？这个只要是合情合理，以一种还能接受的态度跟说出来，我觉得都还好。因为来就好像要问候这问候那，我就觉得这格局有点太小了。而且那个群主他本来应该是格局很大的人，可
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不太如意啊。毕竟他可是大使夫人，曾经的这个希腊驻华大使的夫人，这个是相当于高官啊，高官夫人。我觉得他应该比起普通人的格局还要再大一些。而且说句不太好听的，他那个群基本上也就是个死群了，往里面扔，其实也是在把一个死群重新再看能不能把它再活跃起来。我觉得他应该感谢我才对。下午出门直接就去了书店那边，前段时间是天天就往书店那边跑，现在这段时间往书店跑的没那么勤了。今儿又过去了一趟，哎，我突然发现好像还有一些东西可以试试看，试着读一读啊。比如说因为星期一的德语课已经开始上了，所以对于我来说也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学习，除了自己手里面这本书的整理以外，那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东西参考参考别的书啊，从别的书那里借鉴一些东西啊，等等等等。然后让我发现了一本实在是说不上来的东西，哎，这不正在说着呢吗？刚才说了今儿上午学了一段希腊语的事儿嘛，我今儿下午跑了一趟书店。其实整体来说，这个书店里面跟德语相关的就三本书，一本德语的语法，一本什么从头开始学德语，看这本就够了，类似于这种东西，或者是零基础学德语，大概就这么个东西，大概就是三个。我在想着说尽可能的让这三个东西给自己帮帮忙了，无论是扩展也好，无论是在其他的方面能够有一些其他的收获都是好的，也是充分利用一下这个城市能提供给我的免费资源。我没打算去买的，包括今天去整理了一小段，我就发现做得很粗糙啊，至少我手里面有本，或者我当时发现有一本是做得非常粗糙，例句都搞错了，而且从编辑上来说编辑也编得不好，就是字体都不太统一，这是让我觉得这很奇怪的。显然在这方面编辑可能还是缺乏一些经验，或者他们当时在做的时候也多多少少有点太糊弄人了。好在自己还没有真的脑袋一热就下单，下单没有必要。我就打算说如果真的是觉得有必要就一点一点的拍回来，拍回来然后再稍微整理一下就差不多了。其实它也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，这时候我看到的那本书来说最扎实的其实是那本语法书，但是那本语法书的话呢，光凭它是学不好的，你肯定还是需要大量的语言材料的一个输入才行。那比如说很好玩的是纺织工业出版社出的这本德语的入门的话，我扫他的二维码听了一下他的录音，那他刚刚开始学了哪儿？刚刚开始啊，这不是刚刚才给学生讲了一课吗？知道一些东西跟能够把它实际的用出来是两码子事儿啊，跟掌握是两码子事儿。我知道一些东西，你别说问起我一些德语的一些东西，我还是知道的，但是跟直接能够在文章当中去用，逮着一个东西能够说得出来，还是有差距啊。而且这本其实入门书也真的没有必要去买，真没必要去买。
他其实就我觉得他花的时间最多的无非就是使用变革学会这人。哎，别说你什么好，早着呢早着呢早着呢，不你的钱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，我这个学没学会好像跟你也关系不大吧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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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会慢慢慢慢来的，毕竟这个学生是真金白银的交着钱来学啊，会慢慢来的。而且大家打算长期的在这门学在这个德语上就跑下去，会慢慢学会的。说回刚才那本入门书，那么他我觉得用心最多的无非就是他的所谓的谐音梗，就是他是一个用汉语拼音来标音的，所谓翻开就能读，但是就是用汉语拼音的方式来给你标。当然我现在用不上那个东西，我只是需要把他的一些表达的方式给他摘录下来，也许有用，也许也许有用，但也很难说。好，这是德语这边。另外一方面就是其他的学习，比方说今天的话，我在那儿一楼稍微看了一下一些东西，比如说那些没有接触过的玩意儿，像新基建，有一本书是说一本书读懂新基建，我看了一下什么是新基建啊，5G 充电桩之类的东西，新基础建设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一些，至少是有一本是开了封的，因为有很多书其实没有开封，我也不可能去扒掉它的那层塑料纸，到时候被发现了，我这不就相当于就下单了吗？而且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下单，我肯定不可能去扒那个塑料纸，我也肯定去找那些已经有一本它是扒掉塑料纸的。那我找到了一本我觉得也许还可以读一读的，就是元宇宙。元宇宙有一本是元宇宙经济学，我稍微看了一下觉得看不下去，但是另外一本元宇宙与经济，我觉得这本看着很厚一本，但是也许这本还能够读得下去一点。总的来说就是寻找自己兴趣点呗，对吧？然后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有可能能够给我带来一些新的思路，或者是有可能使得我有一些其他的变现的方式，它毕竟是当下非常热门的东西。其实本来还有一本所谓财富自由之路的，但是可惜的是全部都是有那个塑料壳的，没办法去拆。有一本没有套上的呢，是另外一位女士写的，我稍微看了一下，感觉乏善可陈，就是她讲了一些故事，讲了一些人她是如何成为财富自由的一些故事，但是我觉得缺乏指导性，只是一些怎么说呢，他正好踩上了那个点儿，很难去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东西。好的，那就先说到这么多，我得把今天的公粮给交了，就是再学两式太极吧。今天正好是吧，昨天的话到这儿来一场大雨直接把我浇了回去啊，那
今天是没雨了，至少你看见。那我就先20分钟左右，是吧？把这事儿了了，了完了之后，我们再开一次直播。我从这里再走回去啊，大概回去还有20分钟，因为7:30还有课上，我就不可能在这里耽搁太久。OK， 先说到这么多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